谢小哥。安怎恁爬到底啦？顶船啊！哦，我袂爬，我等下我爬。我讲你要上加进前头，我一行了。还是后来异教徒焚烧的。徐长庚带着什么？录影的，啊、他在录影的。嗯，对，录影。
我继续。你说要出去都不乖。哇，真的是。各位，你要要切吗 ？OK 吗？徐老师，你的鞋带太松了吧？那个不是鞋带，那个是裤管。哦，裤管啊！你会踩到？不会不会不会踩到。要摔跤了。不会了。剪一半下来，要妩媚一点。啊，你这样的另一半呢？今天身上穿的短袖了，看见没有？穿这么多照什么东西啊？那一个晚上还有两个，都挺好。